现在我们开始演奏第三练习曲。是谁在喊？我在这儿呢。啊，那么请问你是谁呀？我是魔女，你们的音乐实在是太好听了。你们的演奏太对不起了，我是被你们的音乐吸引来的。我们要开一个很棒的晚会。你们听明白了吗？我要开一个晚会。啊，晚会太好了，正好我们缺少一个乐队来演奏。此时啊，听到你们演奏的音乐，我就来了。参加魔女的晚会真是让人太兴奋了。你真的是魔女吗？当然了，我就是真正的魔女。那你会魔法吗？比如把人变成石头什么的。魔女不是都骑扫把不是吗？骑扫把实在是太硌了，早被淘汰了。我的魔法呀也做了很多的改进，比如你们看。当然了，这种魔法还不能维持太长的时间。看，是不是啊？我能知道你们的演奏用的都是什么乐器吗？我非常想知道，能告诉我吗？我是小号。他是黑管。我是竖琴。我是鼓手。那么您是什么？我是妈妈呀。哦，抱歉，我们这邀请乐手参加。可是你就不能通融一下吗？让我妈妈也去好吗？不能。就不能破一次例吗？绝对不能，绝对不能的。好了，我已经找到乐队了，再见。我们第一次公开演出就在魔女的晚会上，啊，真是太妙了。我肯定咱们是最棒的乐队了，对不对，爸爸？你们怎么能只想着自己把妈妈给忘了呢？对呀，妈妈不能和我们一起参加晚会，这可怎么办？是啊，那样妈妈会失望的。
哪有啊，我有办法了，我们教他学会一样乐器不就可以了吗？不行，我根本就不会演奏嘛。那妈妈要是不去的话，我也不想去了。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公开演出，一定要让他们穿得非常漂亮。你们一定要好好演出，让魔女们看到我们是最棒的乐队啊。失望，等魔女来的时候我们要跟她说妈妈一定要和我们去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好。你们好啊。哇，你好，这衣服太漂亮了，是谁做的？快告诉我啊。是妈妈我现在有个新的建议，能不能让你们的妈妈一起来参加？啊，是真的吗？你说什么？是真的吗？原来妈妈一直在听我们说话呀。啊，不不不不，我是无意当中听到的。你做的衣服实在是太漂亮了，看看我们的衣服几千年了总是一个样，所以想请你为我们设计几套新款式的衣服。啊，这个没问题，我做衣服最拿手了。好了，来试试。太棒了。穿什么都不好看。没问题，看我的吧。好了。真不错呀，真是不错。Thank you.
参加吗？我生日明年，一定要来。那你还请我们的家庭乐队吗？我希望他们也能来。那当然了，这么棒的乐队，我是一定要请的。那我们一定会来的，一定会来的。